明显快，他快，他快，小林快。目前小林已经领先，小林已经到了150下，他没有任何的浪费的动作，他的节奏非常好。这一面墙上的1000盏灯，我们分成了5块，小林已经完成了其中1块，200下过了。换。 哇，小林现在在速度上仍然还是领先。我们的另外5名冠军，在挑战的过程中，目前达到了275下。小林已经300下过。哇，小林现在是330。小林要合理的、科学的分配他的体力和速度。小林马上就要到400了，还剩下20个。400。 换，加油加油，加油！我们看看现在挑战者能否追上小林的速度，因为小林现在的体力确实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极点，500下了，小林已经过半了。我们的挑战者现在速度好像也慢慢追上来了，还落后10个左右。 哎呦！哎呦！换！哇哦！小林仍然在稳步前进，他的失误率几乎为零。我好像真的没有看到小林中间停下来过。小林，700下，加油！还有最后300下，我们的冠军队也在奋起直追。 目前冠军队已经达到了700下，小林快770了，700吧，790，800。哦，加油！小林还有最后一面墙，他的灯泡很快就要到达1000下了。我的天，小林加油！小林加油！800吧，加油！加油！900。加油！ 还是停了一下。陈小林挑战。